阿丽玛娜专为男士设计的男生的荷尔蒙的调理，现在的男生呢，也是蛮挑战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男性朋友呢，都喜欢熬夜，熬夜的过程当中呢，又是看电脑，那我们刚刚讲了，电脑蓝光，它会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抽干，所以会造成我们身体脱水，身体的脱水的情况呢，它会形成我们的身体慢慢慢慢的贫血。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，尤其是在 IT 业发展了以后呢，我在私底下有做过很多的调查，其实阳痿的年纪已经从22岁开始，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哈。当然我们要学会去了解，然后才会知道去调理。那男生第二个挑战呢，就是年纪轻轻就开始有三高，或者是有糖尿病。你知道三高糖尿病这种药物哦，它是吃来控制我们的肾脏没有这么活跃，所以我们吃了以后可能有点想睡觉，那是因为它控制我们的肾脏不要太活跃，造成我们的糖分啊，我们的那个血压就会比较稳定下来。可是这种药物吃久了以后呢，我们的肾脏就会开始麻木，麻木了以后呢，男生就会应验到什么叫阳痿啊，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。也有一些人呢，就是因为他血液不够，然后他就比较有这种功能的障碍。至于其他的部位当然是有哈，有很多每一个不同的状况，那包括有一些人说海绵体在充血的时候不能够完整的充血等等等，要不然有一些是属于心里面的障碍，当然都没有关系哈。我们试过了阿丽玛娜在各种不同的情况，包括有三高，包括有退化性的阳痿，包括有各种状况的阳痿呢，这个东西呢，我的客户非常的满意，我希望你们也很满意。这个东西要涂抹在哪里呢？涂抹在我们男生的丹田的地方，还有我们那个肾脏的部位就是我们那个盘骨的两侧这个地方，还有丹田这个地方。那正确的部位是涂抹在这个地方，早晚涂抹，或者是你可以早中晚涂抹。刚开始的前面的5天是没有效果的，你很难看到效果，可是过了5天过后，它的效果就慢慢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药物，它是唤醒我们的身体有雄性激素的那种功能，它唤醒它，它不是去刺激它。所以各位你可以放心的使用，哪怕你一天用掉一瓶也不会有副作用，因为它全部都是没有药物的。你用的越多，我们就越开心啊！听到各位你有很好的效果，我们也很开心。祝福各位男生找回自己的尊严。爱用 baby 陪伴宝宝方式长大。